荆棘总一同生长，经历过挫折的伤才迎来芬芳。梦想在每个清晨敲打我心房，送你片汪洋，身在就起航，勇气是信仰，永远不彷徨。上集，在俺们的努力下，光头强他们终于离开了森林，可是那条路并不是下山的路，他们迷路了，还发生了矛盾。于是俺们决定分头寻找他们，希望把他们安全带出去。难忘的一夜。啊，赵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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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在哪儿？赵林，啊！天怎么突然黑了？好疼啊！啊，这不是抓野兽的陷阱，我怎么会掉进这里了？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我一定要出去！呀，不！耶！哎！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？对了，我有导游的自我修养，里面肯定会有办法。完了完了，我忘了这书早就被我换成武侠小说了。看来只能采取笨办法了，希望有人看到铲子来救我。光头强到底跑哪儿去了？哎，这女孩子咋老是转圈呀？绕得俺都晕了。哈哈！天已经黑了，好吓人呀！好疼！光头强说的对，在森林里走夜路太危险了，只能露营了。先把帐篷布平铺，然后用杆子穿过帐篷布上的扣子。怎么这么难弄啊？先点火吧，怎么点不着啊？买的时候可以点着的。根本用不了，手都磨红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没有帐篷，没有火，怎么露营啊？
变野兽怎么办？看看日记里还记了什么？躲避野兽可以在树上睡觉，在两脚踝之间系好绳索爬树，增加摩擦力。这么高，应该没有野兽能爬上来了吧？早知道，就不应该和光头强赌气，以为自己什么都懂，其实只是说说而已。现实中的野外，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！哎，气味到这就没了。救命呀！大晚上森林里还怪吓人的，啥声呀？救命啊！哎呀哎呀！这是啥东西呀呢？啥东西？救命！救命呀！哎呀，原来是块布呀！这不是那女孩的味道吗？哎呀！是她！终于找到了！好可怜呀！看起来他不像是坏人呀。这么冷，可别感冒了。睡一觉。光头强，光头强！哎呀，到底跑哪儿去了呀？光头强啊！啊，光头强是在叫我吗？是熊大的声音。光头强，熊大，啊，熊大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啊！光头强，光头强啊，光头强！哎，这么晚了，还是明天再找吧。我在这儿，熊大。景色啊！哇，拍得真好，真漂亮！来几张自拍，继续探险。狗熊，等一下！你叫我？你听得懂俺讲话？你会吃了我吗？啥？俺当然不会呀，俺只吃蜂蜜和水果。真的？嗯。哎，你等着啊。去干嘛了？哎，在这儿，那这请你吃好吃的。真好吃。这下你相信俺不吃人了吧？真甜。开镜头。
好好看呀，你还挺上镜的。等我找到东北虎，也要跟他一起拍照。啥？呀，熊大交代啊，要劝他放弃找老虎的。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你还是别去找老虎了，俺送你回去好不好呀？不行，我必须得找老虎。老虎很难找的，不是想找就能找到的。再难找我也得找。俺爷脾气真倔，等找到光头强和熊大再说吧。看镜头，再看镜头。我叫赵林，你叫什么呀？俺叫熊二。俺还有个哥哥叫熊大。光头强，光头强。强哥，我可是光头强。快醒醒啦，光头强。熊大，哎呀，到处找不到你，原来你躲在这儿凉快呢。凉快？我是因为找人才掉进陷阱的。赵林，干嘛？我要去找赵林。是跟你一起的那女孩吧？熊二已经去找了。熊二，俺们怕你们出事儿，所以就来找你们了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熊二现在应该找到那个女孩了。他的鼻子可比俺厉害，所以你放心吧，啊！那就好，熊大，我们去找他们吧。俺终于找到了赵林，可他看起来很可爱，很善良呀，咋会是抓老虎的坏蛋呢？俺觉得这其中一定有啥误会，等找到熊大和光头强就能知道了。请期待下集，原来是误会。烟花开遍山高，繁花沙沙作响。人心本正藏着一切的方向，智能正在跳荡，自由在我身旁，森林的美好永远都不会忘。四季变换，林海茫茫，一起沐浴北方的阳光，这冒险还很长。冬雪消融，溪水流淌，更换熄灭，曙光在前方，有伙伴有力量。烟花开遍山岗，浪花沙沙作响，身心本正藏着季节的方向，指南正在。